好的，嗯，听我说啊，因为要这不然你个不出声，啊，好好状态变，要不然你不出声，要不然你出大声。好好好，不出声，那就现在不出声，现在出来声是错的，你出它干嘛来？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咱们想这个道理，很多人他不懂这个道理，而且以为唱歌就出声了，不是的啊，要出对的声儿啊。你一定有这个，你一定有这个哼的哼吼。咱不出声，咱不唱歌啊，不起范儿。一这样就起范儿了，咱不起范儿，咱就瘫在那里。啊，又用力，你听我，你看。还是用这儿，还是用到这儿了啊！好，小鸡抬起来学那个猫叫，猫喵。好，声那个声好大，好，不去出声，不去出声，这个猫病了，好，就这么点声儿。好，听我说，声音大了以后，声带你脑去使它，最后它就会产生问题，最后它就闭合没那么好了。我们用了劲儿不出声，就声音出不来，说明声带闭合不太好了啊。你看这个轻轻一动它，喵，它就有声儿，喵，小点声儿，小点声儿才能进入高音，喵，喵。我先唱我这个音高，唱我的这个音的高度，好一点，哎，好，这一定要用这个感觉啊，这感觉才是对声带没有伤害的。还有，你不是给我听了你说的？4月19号唱了一版，然后后来又唱了一版，觉得退步了，不对了，你的那个调差得太远了。4月19号那个调很高，现在唱的调很低，这俩怎么能比呢？所以调一低，调低更难唱。为什么说低音难唱呢？低音没挂住，没拽住气，声音你就觉得是虚的，没依没靠了。哎呀，我怎么退步了？你要在同等的调上去考验、考察自己啊，去检查，好不好？累不这次累？没然后啊？这底下累，累哈？啊，注意嘴巴哦，嘴巴有时候会有点点斜了啊。但我从外表里看啊，没有那么费劲啊。对，不那么费劲，哎，先轻松的去唱它，但里面保持住就行了。目前就是这样，这个动作、这些动作做多了。你自己都找到规律了。就很是今发的，天没有感觉你哪里特别突出的不对。就是我觉得哼鼻好像别人我看别人哼呢，嗨这个我就是不会不太会哼，就是那位置了，对，好，对，因为音量大了，音量大了就会增声多，那怎么能上得了高音呢？是不是？好，到了嗨声一定是点特别小，点特别小，点小穿透力强，它就能穿到上面去，啊，所以一定好。我今天看的就是说后面一排，就是说音量大了，一直在提示音量不要那么大。好，还有这一块，小鸡呀，小鸡一定要抬起来呀，眉心打开，眼睛睁开，哎，好，这个状态有了以后怎么办？咱就保持在那里就行了，就别动了，咱就这样，哎，就这样，直到你唱完。至少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因为的要求就这样哈。但实际上到以后，你就里面打开以后，你外面不是这个表情，就你看我就这样，我这里面也是打开的了，是不是？习惯了，这个就状雅态声。一定要一直在，一直要明在白，那里啊。好，你今天笑肌，后面的时候就抬得不够好，抬得不够好，就会用这儿，然后音量一大，啊，别的时候能抬起笑肌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哎，这个可以了，我试抬，但是不知道为啥抬不上去。怎么会抬？好，那就打哈欠呗，打哈欠肯定就抬了呀，
我说的是自然的打哈欠的那个状态哦，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一说打哈欠，大家就把嘴巴张开了，实际上根本不是打哈欠的状态，啊，我我说明是白，真哈欠正的状打态。哈欠的状态，就是，就那就一直打开，啊，定住，感受，哇，一会儿你坚持不到一会儿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歌唱为什么会这儿累，就在这儿。你要把你看，包括这个惊讶的状态，你都要把生活中一瞬间有的这个状态，怎么样啊？忘记。保持在那里。你不是说把生活状态忘记，把歌唱状态保持吗？好，听我说，好，就这句话，一瞬，我们生活中，我是说生活中一瞬间的那个惊讶的状态。那个是歌唱的状态啊，我就说我想们保持那，歌，啊，你可能听反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包括打哈欠的状态，也是一瞬间就没有了，但是我们需要保持那个状态，我们歌唱你把的那听状，见的那个那一状瞬态，间到底保持住那个状态是歌唱的状态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歌唱状态不太好找，太哪都要配合，太费劲了。我说，生活中是有的。你看，我们因为唱歌毕竟还是我们这个人这个作为乐器，他不可能把我们弄成一个我们从来找不到的一个状态去唱，那个状态，那太费劲了，那不是我们这个乐器了，那机器在唱，不需要我们，是不是？对，歌唱的状态，生活中是有的，只是我们生活中容易忘记。好，那你需要什么？提炼出来惊讶的状态。和打哈欠的状态，哎，都保持一下，有了。好，为什么我刚才在说这个事儿？为什么我们老丢失？因为我们不能够保持它。我们唱完一句以后，你看，是不是回到生活中的一个状态，自然状态，然后再起范儿，然后再回来，然后再起。好，你这个一起一落。你就有丢失啊，咱们还没有到那种程度，一起一落，哎，一下能到位，还没有到那个程度，你将来会到那个程度，哎，你就这样就训练自己，一下就能到位啊，半秒钟都不到，对，就是平时去练练，因为比如说你跟另外一个人唱二重唱，他在唱的时候你。你不能也好像好家伙做的这有点抢人家的戏了，因为我们在台上是这样的，比如我们同时上台演出，当他唱的时候，你要把舞台让给他，就啊，你，做太多表情了，就。哎，你不能抢戏啊！他在那唱着你，哦，在那，你虽然没声音，但你在那抢戏，这没有艺德了，这不就说没艺德啊？就是该他唱的时候，舞台给他，然后呢？你跟大家一起啊，当然你也要在角色里啊，你也不能跳出来。我不是说歌剧啊，我是说，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二重唱，他唱的时候你啊，你也在聆听，但是你不能去抢他。那他唱完以后该你唱的时候，那一瞬间你是不是要保持住啊？所以你要练这个啊，练一瞬间就有，对。慢慢练，哎，慢慢练。